烧脑大决斗下半场即将开始，请双方选手上场。我师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听不懂。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把冒险笔记赢回来。烧脑大决斗下半场正式开始。第六题，在大家面前分别有一个木桶和一个杯子，请用最快的方法清空浴缸里的水。应该用木桶，按我的计算12次就能把浴缸的水清空。应该用杯子，杯子虽然每次装的少，但是更快。我再精确计算一下。聪聪博士，你确定题目没搞错吗？确定没错。他在做什么？不知道呀。还需要计算吗？直接拔掉浴缸的塞子不就行了吗？回答正确。我答对了。我抗议，这是作弊。作弊，作弊。抗议无效，机器选手的答案确实是最快的方法。好了，请听第七题，这里有一个球体，一个正方体和两只不一样长的棍子，请告诉我哪根更长。到底都在算什么啊？很难吗？他又想干什么？这根比较长。回答正确。这也行？我抗议，他作弊。抗议，抗议，作弊，作弊。抗议无效，机器选手确实说出了正确答案。第八题，请问图片中的铜锣来自什么地方？我知道，这个是上古时期的瓦萨瓦萨族打造的铜锣，是有8000年历史的文物。回答不对。肯定是，我在书上看过很多次了。这个明明就是考拉市集的铜锣，考拉市集的每个店铺都放着这种铜锣，想买东西就用力敲响它，叫醒考拉店主。你看，这是考拉商贩的手。机器选手回答正确，考拉们都喜欢瓦萨瓦萨族的东西，这铜锣是复制品。不会吧？难道你连考拉市集都没去过？没。第九题，请问今年无垠草原的求雨仪式用什么方式举行？我知道，无垠草原的求雨仪式是由长颈鹿一族酋长演唱传统歌曲，其他家族成员表演传统舞蹈。回答错误。不可能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因为长颈鹿酋长扭伤了脖子，今年主持求雨仪式的是酋长的儿子高高，唱的是摇滚乐。机器选手回答正确，有今年求雨仪式的照片为证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用摇滚乐来求雨。神奇星球的新奇事多着呢。哇，机器家长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我们的三位博士不会输给老虎吧。各位，第十题是刚刚收到书虫城市中央电脑传来的最新题目，请看大屏幕。这些箱子是考古队的最新发现，请说出它的来历。这是什么？书上没有记录过，也找不到任何线索。我知道。我见过这些箱子。等等，我能说话了，我能说话了。师父，安静，安静。我在无垠草原的山洞秘境里见过这些箱子，那秘境能让人产生幻觉，这些箱子里藏着神奇的宝物。你看，我的流星锁就是箱子里的宝物，它可以变大变小，还能听我指挥单独行动。回答正确，和考古队提供的最新报告记录一样。
他说的居然是真的。真有趣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各位，现在比分是5-5，最后一题，谁答对了，冒险笔记就归谁所有。地震吗？书虫城市，伟大的银河盗猎团711小队来了。报告波波队长，这里就是书虫城市。好，就按船长的计划，把这里的书虫全部抓回去做研究。没有了书虫，神奇星的知识水平就会大大降低。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再次占领神奇星就更加轻松了呀。可是那些书虫又小又多，一次全抓完太难了。哈哈，我早有准备，这是我最新研发的虫子吸收器，吸力强大。哇，这么厉害。你说，那也给我一把。我只做了一把，你就用手去抓吧。波波，快点完成任务撤退呀。你又不下来帮忙，喊什么呀？我不要，这么多虫子好恶心。哎呀，还是靠我自己吧。三四郎别吃了，快点抓虫子去。好，我差不多吃完了。救命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银河盗猎团，急去！我要他们好看。坏蛋在那儿，流星锁！可恶，吸口被堵住了。别想破坏书虫城市！这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原来真的有外星人呐！外星人头上两触角，紫色皮肤，身材很胖。你给我过来！你们快躲起来，危险！对呀，大家快分开来跑！走走，干什么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你还有点小聪明吗？我要增加难度。尽管来。猜猜书虫在哪个杯子里面？这个。不对，一定是这个。也不对。再来。好。表弟，我们要不要帮帮师傅？怎么帮？我们太小了。啊，有了。啊。你一定在这里面。你确定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一定是这个。啊，不好。怎么没有？我明明看到是这个杯子。再来。嘿，外星人！表弟，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师傅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让过来呀！这么听我的话？什么声音？刚才是什么东西飞过来？虫子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虫子，一定是这个。不对，有虫子。现在就把这本冒险笔记还给你们。烧脑大决斗不是还有最后一题没比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发现了自身的问题。不但要看书，更要走出书虫城市，增长见识，把更多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市长，你们一定要小心银河盗猎团呀。放心，我们会把这个信息输入中央电脑系统，让大家都警惕外星人。哦，对了，啊，银河盗猎团是往云雾雨林方向飞去了，那里常年被大雾覆盖，很危险，要加倍小心呐。谢谢提醒，再见了，各位。再见。冒险笔记都拿回来了，你还在想什么呢？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想不起来。那就是不重要的事情啦。银河盗猎团可能会去云雾雨林搞破坏，我们快点吧。我到底忘了什么了？波波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捉虫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干不来。团长大人，您息怒，其实我们抓到了书虫。真的？在哪儿？团长您看，这两只就是书虫。还敢骗我？他们从不看书，知识水平很低，根本就不是书虫。不会吧？云雾雨林的任务再失败，你就完了。保证完成任务，团长大人。